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又行，很好，很好，哎，对，我今天精神百倍，哎，没错，哎，阿根廷全胜出现，哎呦，你喜欢阿根廷啊？我喜欢阿根廷的梅西了，但我支持巴西队，但是你知道巴西没有悬念，所以我现在阿根廷，阿根廷更没悬念，现在看起来，对，女人喜欢，但是阿根廷，我就昨天晚上我觉得值得等，我睡眼迷离之中啊，我就发现他没让我失望，最终蹦极进去一个。又进去一个，对吧？而且总是让你精神焕发，因为他场上很多东西看。没错，尤其是让女观众嘛，催产素、催情素，这个哗哗胡乱催情素，这个、很开心。对，这个哎，佑婷今天穿的也是非常的好啊、哦，好像是法国女人的睡衣。哦，对呀、啊，我们这个。按说我对法国也有一份感情的。对啊，您第二祖国嘛，不是吗？没错，对。佑婷也喜欢法国，对吧？嗯、哦。可是现在啊，法国队这个教练啊，多梅内克呀、啊，已经给人骂成多梅内裤了，你知道吗？说。法国当年有百科全书派的学者，你知道多梅内克是什么学者？他是仰望星空派，这是一星座专家，他是个研究20年的星座专家、啊哎、他这种人到台湾能火？没错没错没错，台湾什么都能用星象来解释。可是他显然这次星象就整个估错了。他们说他这一次不用亨利，不用一些大将，就是因为他觉得亨利这些大将的星座和他相克。这跟中国算命是一样，很多老板会说上一届也是你的这个名字跟我是相克，我就不用你。怎么会这样？星象学家没看错呀、嗯，亨利就是背后捣鬼的其中之一啊。嗯，你知道现在法国队这个内讧啊，人家说这法国队这是什么呢？由闹剧到悲剧到惨剧，然后呢，法国媒体现在已经揭出来了几个幕后黑手，就是说更衣室里这个阿内尔卡骂了这个多梅内克，你这个婊子养的，对吧？这个事儿怎么跑出去呢？更衣室里的话，就像咱们凤凰内部会议开会说的事儿，你要出去说，那我们简直灭顶之灾了，对吧？哎，但是怎么弄出去的？后来现在法国媒体说了，是四个阿内尔卡的哥们儿。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亨利，他们这联手把这消息捅出去的。哦，所以就不关那天那个体能教练的事儿，因为那天呢，你记不记得后来法国队罢念嘛？哎，咱们看一下那照片，嗯，你知道那天那个罢训，画法国队，我发现罢训撤场的这个姿势啊，哎呀，很有这个战士打靶打赢回来。这时候就团结，这是最有纪律的时刻，最团结的时候，最团结的最团结的时候，说是跟那个队长跟那个。体能教练嘛，对，但是他们这场冲突的原因，就说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体能教练是出卖更衣室秘密的人，哦，所以现在很多说法，反正现在我们没人闹得清，我们只知道的就是法国队其实从来就多内讧，对，我98年就内讧，内讧到现在。以我这个爱法国的人，我很了解法国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法国人，法国人最爱争吵。对，法国人最爱争，他咖啡馆里不就这事儿得跟他们聊疯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最爱争吵的人是，而且我今天这个查资料发觉，原来个人主义这个词啊，源自法语，就是最刚开始有个人主义是法语，所以我想法国人真是把个人主义发挥到淋漓尽致了。哎呦，怪不得我爱法国呢，是吧？但是总也不成军呢。这法国这次，你知道法国人的心情？我跟你讲啊，昨天那个跟南非那个比赛踢完之后，法国电视一台的解说员跟咱们央视解说员那个语调完全不一样，是吧？没有愤怒，没有哀伤，只是平静说我们可以回家了。然后法国的报纸打出来的标题是什么？地狱之门，什么荒诞游戏什么的，都是这种。我觉得其实法国人是会平静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赛前大家就已经不看好。嗯，你比如说这一回啊，出现从这个赌球的盘口来看啊，香港不是合法的吗？赌球，用赌球盘口来看，你可以看得出这回很多奇怪的现象。首先，比如说像那天英格兰啊，居然赌他输的，是占大比例的。嗯，然后这一回呢，也是赌法国输啊，是一面倒的。对，法国对南非啊。这等于赛前所有人都觉得他会输，所以他也果然完成了大家的预期，您懂吗？你知道有个女网友看完这比赛留言之后说，看来这个法国队输给中国队的传说是真的。而且我昨天很多朋友就说啊，要熬夜看球。我说法国什么好看，就睡了起来都知道答案。他说就是看他怎么输的。我也是，我很想知道这个荒诞的球队在球场上到底可以荒腔走板到什么地步。因为其实昨晚开始啊，球赛是同时两场进行嘛。对，我相信大部分都选择看法国，因为这一场其实没什么好看，但就想看你搞成怎么样。不是，你说这文道国这真奇怪啊，咱中国人讲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这帮人都是百万富翁啊，身价都比那南非高多了。就是说，看来一个队要是丢了魂儿啊，他能烂到这么一个程度，真是不可想象啊。他那种魂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不想踢了，你知道吗？
没有斗志。他不是说那种，你刚刚说那种是为了要求生存呢、啊，到最后一刻要获胜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他们不想生存了，他们不想踢，他们想回家了。你昨天从我们看球的角度看，九十分钟你看那个场上，嗯，那个有谁是想踢球的呢？西塞想踢球，因为西塞是、嗯、对里贝里还只有下半场有个人机会，他要证明一下。但主要是西塞最可怜，这个中国球迷对他很有感情，因为过去我们的国脚郑智曾经把他踢断过脚。哎呦，所以呢，使得他上一届世界杯出不了赛，痛哭流涕，就说是中国人害的，那是跟中国人有情节的。这一回好不容易终于能够为国出征了，就踢着昨天这一场。昨天他只踢这一场，整个世界杯。哎呦，你看见他那个表情哈？对，所以你看着好像他拿红牌一样，因为他一辈子一个球员就想踢世界杯，然后他连续三届没选上，这回选上，上场的第一场就是这一场。你看法国队那个眼神儿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空洞。昨天是吧？真的是空洞。哎呦，而且呢，就像你说的这个，我觉得在欧洲国家里都说呀，跟中国最像的文化上啊、民族性啊，跟中国最像的就是法兰西，就是法国。是。所以你看他这个踢球，你看上届中国打入世界杯的时候，中国队的目标跟法国队目标是一样的。对。赢一场嘛，平一场嘛，得一分嘛。哦、不不不，他们是想得冠的，原来是、哦、是吗？你别这样，不是最近也有人他这个期望不断降低。最近也有人说了，说也不能都怪多梅内库，多梅内库就是说有个职业伦理的问题。嗯，你这个球员这样弄，就说关键是法国足协。嗯，第一个是法国足协，你为什么选择多梅内库啊？当这个主教练。再一个是法国足协啊。把这个事情公开，而且开除开到阿内尔卡嘛，就企图分散这个人们对他们的这个注意力，说这种行为啊跟中国足协的策略很像。所以像